周杰伦与昆凌婚后育有三个孩子，一家五口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夫妻俩平时非常注重孩子的隐私，如果在社群分享孩子的照片，通常是晒出背影照或是用可爱图案遮住孩子的脸蛋。最近周杰伦难得在 IG 分享刚满一岁的小女儿背影照，吸引网友关注的目光。只见他先是分享和好友阿 Ken 在餐厅内同框的合照，照片中阿 Ken 露出浅浅微笑，周杰伦则是头戴着毛帽，对镜头露出高冷表情。接着他分享带着小女儿一起拍照的照片，只见抱着女儿的他露出散发满满父爱的幸福笑容。他幽默发文表示，第二张照片才是真实情况，直呼他和阿 Ken 是慌乱的两个奶爸。阿 Ken 则是留言和周杰伦说，女儿是他最甜蜜的负担呐。you